干，这里有够多人的，你看，你看这么多人在玩这个游戏耶，干你啊，你干嘛？看起来像火车头一样。哦，你干？火车头啊。你娘嘞！打一打、啊。哇、哦，那后面更扯，后面这个。他妈，那啥，这根本就是火车头。你干这？哦，干你啊嘞！又开始了，外挂又火起来了。火车头外挂、啊。超扯的啦。人潮又回复了、欸，改天又要再锁17万组账号了。等下每次锁账号都15万组起跳。很奇怪。代表这是一款外挂游戏。外挂游戏。人潮又回来了，今天是2月28号，这是天堂外挂。太狂了啦！你啊，这人够多。我要来开打了，干！先从那个最菜的开始，这个。哎、欸，飞你看，你敢拍得到？你看，干！嘿嘿嘿嘿，哎，照你看，你只要看到这种穿长裙的都是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哎、欸。这个不是外挂，还是它是不会飞的外挂？哦，还是飞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哎，在这里竟然会大那个哎！你看，干你娘的，等不能外挂。你只要看那个一打就飞的，就是外挂了啦，通通不用怀疑。大概五只群聚感染。来看这个，应该不是外挂。哈哈，它不是外挂。哈哈哈，好可怕死！哎、欸，是哎，它还是会飞，那应该就是。他只是血量可能低于不够低吧。你看这一撮，这边一打就看到光面。你娘的，你看这前面那把，然后等一下他就跑回来。他这样子怎么打过来？所以啊，就是他们真正的玩家就会觉得说自己都被影响了、啊。影响很大，就好像剑灵一样，要写个任务，然后跟那火车头打过来。九九。